型玩具。福特、赛尼、麦克斯、露西、迷你特工队。哇哦，迷你特工队经过传送门竟然变成了萌卡车神玩具，我们快来看看吧。嗯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，这个是绿色的装甲战车，现在是它的汽车形态。这里呢还有一张萌卡，我们可以将车向萌卡的方向推动。装甲战车就会迅速变形啦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盒，这个是天翼雷鸠，打开看看。现在是它的汽车形态，由乳白色和紫色组成。它的轮子呢是银色的，很有未来的机械感。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我们要推动汽车喽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变形之后的样子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盒，这个是伽罗天魔。伽罗天魔呢，整个车身是黑色的，它的轮子是红色的，给人一种很炫酷的感觉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变身之后的样子吧。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最后一盒，是神迹巨像。神迹巨像呢，主要以两个色块为主，前半段呢是紫色的，后半段是橙色的。那我们一起来给它变形看看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啦，别忘了点赞和订阅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